皇后，皇上最近来过甘泉宫吗？宫里的事儿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不是，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所以必须如实告诉我。我都明白。那都是因祸得福。所以，我才要把雪莲留在身边的。你也怀疑雪莲？她好像很关心皇上的动向，见不到皇上，她很失落。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她想得到皇上的恩宠，飞上枝头做凤凰，就像那个李贵妃。但愿只是这样。但愿？怎么会是但愿呢？皇上是你的丈夫，你是皇后，你是他的妻子啊。你也太贤惠过头了。雪莲可不是李贵妃，她有时候天真幼稚，有时候又深沉的可怕。我每次看到她的眼睛，都像看到一双不同的眼睛。所以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了吧？祝夫人的话我好像明白了。她说什么？她说雪莲待在你的宫里是最好的。主父爷，娘娘，皇上驾到，正在外面看雪莲姑娘踢毽子呢。皇帝陛下，我们一起踢吧。好啊。秋蝉啊秋蝉，你好扫兴啊。皇上，让我来帮你会会这个楼兰美女。来吧。花能结雨，玉能生香，有他们两个住在甘泉宫里，子夫啊，你也不会寂寞的。臣妾自作主张留下了秋蝉姑娘，还没有向皇上请旨呢。这是你第一次先斩后奏，朕总要给你这个皇后一个面子吧。啊，何况是秋蝉。秋蝉她是和霍去病一块来的。是啊，两个人患难与共，相濡以沫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我们两个呀，就捡个现成的媒人当当吧。可是这也太好笑了吧，霍去病一向都叫我义母的，往后这辈分怎么排呀？这有什么难的，朕可以封秋蝉为公主啊，你就是她的义母了，那霍去病就顺理成章成了朕的驸马，那不是亲上加亲吗？可秋蝉只比我小几岁，这会折我寿的。江湖无辈，英雄无岁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皇上跟你来的内侍问你要不要摆驾回宫。你要朕回哪个宫啊？皇后的宫不就是朕的宫吗？告诉他们各自退职，朕今晚就在甘泉宫了。不，你去告诉内侍，皇上今天还是要回未央宫的。是。
子父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要赶朕走？皇上要走了，他不住在这儿了。是不是朕来的太少了，你心里不满呢？皇上息怒，是臣妾没有那个福气，这两天身体不佳，所以想自己静养。病了可以请御医吗？朕也好趁这个机会照顾照顾你啊。这两天已经好多了，再过两天臣妾就好了，再来伺候皇上。岂有此理，你今天怎么一反常态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臣妾送皇上回未央宫吧。未央宫清锅冷灶，朕不想回去。那就去凤仪宫，李贵妃的兄长远征了，他一定很思念他，如果皇上去了，他一定很安慰的。哼，好一个贤德的皇后啊。德廉恭容女子四德你都已经占全了，不过朕不要你替朕安排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卫子夫，记住，这是你第一次的拒绝朕。皇上，你这要走吗？雪莲，你这是乱了规矩，快退下。皇上，这里多好玩啊，你忍心扔下皇后一个人吗？起驾。起驾。啊，皇上走了你才想着要跪吗？晚了。皇上生气了。外面那个呀更生气。儿臣向母后问安，母后吉祥安康。皇儿啊，这样晚了你来见母后有什么大事吗？儿臣今天还没有向母后问过安呢。心里有就行了，你忙用不着非来不可。坐吧。你有什么话要对母后说吗？这田汾走了好多天了，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，连个消息都没有。不会只为这一点小事吧？怎么还要瞒母后？亲娘面前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嘛。卫子夫不贤。贤不贤也是你自己选的，不要说嘴打嘴。他当贵妃当初都是东方会移花接木，让他代替了念奴娇，不然怎么会轮得上他呢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可是贵妃生皇后可是你自己定的，母后可没出主意。那也是因为她生了个太子。是啊，这是老祖宗的规矩嘛，母以子贵，生了太子就是天大的功劳，一俊遮百丑啊。你已经废了一个皇后，不可能再废一个吧。皇后的事就别说了，如果你不满意她再选几个嫔妃嘛。你后院的人本身就不多，
如果有中意的，再选几个嘛。儿臣中意就行吗？你看上哪家的小姐了？如果她不是中原人士，也可以吗？哦，她不是中原人士，外国藩邦。大汉朝的公主能够远嫁藩邦，大汉朝的皇帝为什么就不能娶一个外邦女子呢？你说的不是那个楼兰吧？就是她，她身上有股朝气，有一股活力，朕只要一看到她，就什么烦恼都没了，就变得很开心。可是这可没有先例呀，那些王公大臣不会说闲话吗？朕才不管他们呢，他们要娶妻纳妾，哪一个问过朕？朕要那个妃子，是朕自己的事。臣妾恭迎皇上，皇上今天晚上就不走了？朕已经走累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臣妾还以为皇上生臣妾的气不来了呢，正好臣妾也有个好消息回奏皇上，我哥哥来信了。他已经打到二师城了？那倒没说，是家信吗？他想让臣妾求皇上赐他一个恩典。朕给他的恩典已经不少了，这回可是个大恩典，他想求皇上赐婚。仗还没有打完就想着洞房花烛了，这个李广利。我哥哥已经快30岁了，也应该成家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帮他物色一个就好了。人是现成的，就在宫里。谁呀？就是那位楼兰美女雪莲。开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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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安，你把爷爷们都忘了吗？回将军，今天的军报已经拟好，请你过目。还过什么目啊？来，卑职是滴酒不沾的。你这辈子亏大了，一醉解千愁啊！这杯中乾坤大，壶里日月长，这三杯酒下肚，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了。将军，你看今天的军报这样写行吗？什么行不行的？啊？这冠冕文章还不都一样？冰山的雪水化了，这雪水在哪里呀？爷爷，我渴的点把火，他们都着了。将军，运粮队遇上一支闲人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运来了20000担军粮，遇到了大批的一支闲人，把粮食都抢光了。你们都是死人啊！啊，怎么丢的？给我怎么抢回来？兄弟们都战死了，我是拼命杀出重围来找支援的。敌人走得不远，末将去追吧。
这些人马是在前还是在后？当然在后了。我军出征只能向前不能向后，不要去惹他，不要去惹他。可是我们要断粮了呀，你知道敌人有多少人马，有没有埋伏啊？本帅才不上他的当，谁敢擅自出征，军法从事，滚！是啊。你的军报上加上一句话，说我军粮草已绝，请朝廷火速支援。是。那敌人劫粮的事情，一个字也不许提。反正粮食没有收到。雪莲，这合适吗？再合适不过了，皇后娘娘，你往深处想一想，这样做对你、对我、对他是一举三得呀。这事儿跟我还有关系？跟皇后娘娘的关系最大了。祝夫眼的事情，皇后娘娘知道了吧？只不过是一桩风流案子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可是我们皇上为什么会龙颜大怒呢？皇后娘娘是过来人，心里应该清楚吧？你是说，皇上他爱护雪莲？应该去掉护，是爱。雪莲那么扎眼，搁在宫里，迟早是个祸根。等他爬到我们头上的那一天，可就悔之晚矣。可是，皇上他明明是让你我去给李将军提亲的。所以说我哥哥的信来得正是时候啊。他现在统领着十万大军在外面替皇上斩官夺寨，开疆辟土，皇上赏他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不过分吧？到底是江山重过美人，所以只好让我们的皇上忍痛割爱了。雪莲他自己愿意吗？应该不会不愿意。她一个楼兰卖艺女子，能够嫁给大汉的一品大员、二师将军，而且还是正室夫人，我想她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她来了。贵妃娘娘好，这几天我总是想你，你把我忘了吧？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我来就是有好事告诉你。皇后娘娘，你说吧。还是你说吧。皇后娘娘面子大，还是皇后娘娘你说。那好吧。雪莲，你多大了？十岁加九岁，十九岁了。在楼兰有没有定过亲啊？定亲？什么定亲啊？就是问你有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有没有许配婚嫁，结没结过婚，有没有丈夫。哎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娘娘是不是说，有没有小伙子和我唱情歌？唱情歌？在我们楼兰月亮最圆的夜里，姑娘和小伙子都去河边唱歌，小伙子喜欢哪个姑娘就把歌献给她，姑娘也用歌声回答她。如果唱到最后唱不出歌来，就算求婚失败了。这么说，一定有很多小伙子给你献过歌了。好多好多，气得姑娘们都眼红。那后来呢？我把他们唱哑了，唱败了。那就是说，你在楼兰没有喜欢的小伙子了？哼。皇上，西征军送来了紧急军报。哦，放上面吧。是。
皇上，大将军卫青要求紧急召见。哦，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将军说必须面见皇上。朕今天没空，让他改天吧。是。雪莲，你要是愿意就点点头，不愿意就摇摇头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要我结婚？要我嫁人？嗯。你们说的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你见过，就是西征大宛国的全军统帅二师将军李广利。李广利？你不是在他军营里住过吗？他对你可是一曲难忘啊。哦，就是那个白白的，白得像面粉一样。就是他，手也软软的，软得比女人的手还软。他还不到30岁，他呀，可是前程远大呀，你要好好考虑考虑。他是李贵妃的兄长，是当朝的国舅。只要你点一下头，我们以后就是亲戚了。那个人太好笑了，太好玩了。你们想让他做我的男人？贵妃娘娘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没有谁在跟你开玩笑，正宫国母还在这里，我们是在跟你说正经事。李广利将军不应该找一个女人，他应该找一个男人才对。那你到底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我只要我爱的人。那你爱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他就像个太阳，照得我全身都温暖，又不敢正面看他，却一刻也离不开他，就像你们的皇帝陛下一样。嗯，你，皇后娘娘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都是我心里话呀。皇后娘娘清楚，这就是你的心里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两万担军粮不是已经运走了吗？李广利还喊断粮。陛下，微臣要向陛下禀报的就是这件事。军粮运出玉门关，刚接近西征大军后队，突然杀出一致邪人的部队袭击粮草，将粮草全部劫去。粮队的押运官呢？寡不敌众，伤亡已尽。李广利手里面可有10万大军呢，如果他要是回师反戈的话，一致邪岂是他的对手？据报多次向二师将军求救都没有结果。是他按兵不动，见死不救。微臣不敢臆断。这个李广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马上查明，要是他隔岸观火的话，朕陛下，臣以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的不是处分失职的臣子，而是西征大军的绝粮之余啊。将士们本来就水土不服，艰苦卓绝，一旦断粮就会不战自溃。你也不要危言耸听，大宛之战势在必得，不管出现什么情形，朕都是初衷不改。那微臣立刻就去调集粮草，以解急需。田太尉的粮草已经快到了，你尽管放心。臣遵旨。啊，贵妃娘娘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啊！那个小丫头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你还是把她发回楼兰去吧。怎么，你们没有谈好吗？她不喜欢令兄。她不配，一点都不配。全长安的女人都死光了，也轮不到她。
什么叫做恼羞成怒。李娃，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你又小臣妾。雪莲，姐姐有事吗？你真的想嫁给皇帝吗？我就看上这个人，管他是不是皇帝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皇帝是有家室的人，他有妻子，而且他还有个儿子。关我什么事？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这就是全部。你这是故意胡搅蛮缠。哦，你也看上这个人呐？我们可以争一争啊。我败了，我就认输，让给你啊。你不要装作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你不是三岁小孩子，千万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哦，对了，你有自己的小伙子，多么出色的小伙子，把他抓紧啊，不然会被别的姑娘们抢走的。只要有我秋蝉在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说起来，这是国事，更是家事。皇上，让母后对你们俩说说。子夫呢是个贤后，不会不愿意。李娃，儿臣在。你也是从这里走过来的，都懂。皇帝要纳新妃了。纳新妃是谁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不要插嘴，听母后说。按照宫里的规矩，皇帝纳新妃是不要跟其他的嫔妃打招呼的，只要跟皇后说一声就行了。皇后是六宫之主嘛，有管嫔妃的责任。子夫，我说的对吗？这个新妃呢，你们都认识，在李娃宫里待过，在子夫宫里也待过。雪莲，真的是他。母后，我要给皇上奏本，选谁也不能选他。真不懂规矩。我要去找皇上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，他在哪里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太不懂事了。子夫，你呢？子夫，给母后道喜了。把头抬起来。想哭就哭吧，没人会笑话你的。母后也是过来人，什么不知道？当初你的父皇景帝也不止我一个，皇帝嘛都是这样。可你放心，纳后娶的是德行，纳妃看的是模样，到头来跟彻儿白头偕老的还是你。你答应了？真的答应了？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，你也太好欺负了。他们一个愿娶一个愿嫁，我又能如何？你就一走了之好了，大汉朝里丢了国母，到时候看谁着急。我不可以离开他的。不可以离开他？他这么喜新厌旧，你还不可以离开他？这就是命吧。命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他，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太子，而且还是一个落难亡命的太子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再也离不开他了。不管我有没有名分，是做宫女还是做皇后，我都会想着他，跟着他的。我的命就是这样啊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如果有一天雪莲得了宠，她再像废掉陈阿娇一样废了你，到时候把你打入冷宫，你怎么办呢？我还是一样啊。
就算是我真的进了冷宫，我还是会为他天天祈祷，祝他一生平安的。母后，母后安康。来，这是秋蝉姐姐。秋蝉姐姐，皇后，这个她叫我姐姐不太妥吧？我说妥就妥。对了，你怎么没去上学啊？儿臣刚从学堂放了学，师父夸我聪明，因为我把学过的诗经全都背下来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好，你背一段，母后听听。好啊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小太子，这一段不太好，有没有更好的？背给姐姐听。那我背这一段吧。携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光会背，你会说吗？怎么不会啊？我握着你的手，握到天长地久，一起慢慢变老，手还是握着手。母后没有哭啊，母后是高兴。你看，你又会背又会讲，还讲得那么好。哦，哎呀，是吉老爷啊，不应该叫你吉大夫了，一向得意吧。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我有一个消息，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哎呀，无所谓啊，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伏，好坏都一样。皇上要纳新妃了，少不了雨露遍及，大赦天下。可是不知道有没有你。哎呀，没有我还有旁人呢。总而言之，是天大的喜事，何坏之有啊？皇上要纳的新妃就是你的梦中情人。雪莲，岂有他在。真是得寸进尺，何其素也。是啊，名华有主，而且是九州之主，你就不要妄想了。就怕新娘娘想起旧恨，还有为难为难你啊。纪大人，在下求你去办一件事。除了劫牢反狱之外，你说吧。你去找冠军侯霍去病，就说我病了，让他来探监。他能来吗？哎呀，你说我病重了，你说的越重越好，越重越好。他这个人重情义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他？我替你办不就行了吗？非他不可。启禀皇上，大将军卫青、定远侯张远还有廷尉大人来向皇上贺喜。还没有到黄道吉日吗？他们来的挺早啊。传。皇上传大将军、定远侯、廷尉大人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各位请平身吧。平身呢？各位请平身，扶他们起来。臣等恭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另纳贤妃。哼，原来你们是阻止朕纳妃来的。什么叫另纳贤妃啊？雪莲有什么不好？哪里不贤了？楼兰女子雪莲容貌固然美丽，但来历不明，不宜纳入后宫。
你要什么来历啊？无非是画外女子，出身低微。可是朕用人从来不问出身，不但不问英雄出身，就连皇后也不问出身。张远，你要做的也是这个吗？臣以为楼兰与大汉交好，得来不易，陛下真要与楼兰通婚，也要正式遣派使臣前往楼兰递交国书，再请楼兰王筛选身份地位相称、才貌双全的女子嫁到长安，置之后宫，是两国亲上加亲，好上加好。像今天这样就未免太草率了。朕独尊儒术，想不到定远侯却把他用到朕的身上来了。朕跟雪莲情投意合，难道楼兰还会兴师问罪吗？楼兰毗邻一只鞋部落，臣担心一只鞋会借此兴风作浪，大做文章。一只鞋就是另外回事了，纳妃也罢，不纳也罢，文章都是要做的，不然朕的两万担军粮哪里去了？廷尉啊，你也来凑热闹啊？啊，你说吧。陛下纳娶新宠，臣本该上表祝贺，希望陛下多子多孙。哼，那你跟他们俩来做什么？臣只是担心，所纳的楼兰雪莲本是卖艺女子，远的不说，就是在宫廷里也曾当着满朝文武抛头露面，色相世人，一旦纳为皇妃，恐怕为人耻笑，难以为尊。这句话嘛，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啊。臣是肺腑之言，耿耿忠心，还望陛下沉思。这话是不错，可惜你说的太晚了。李娃进宫的时候，你怎么就不说这套话了呢？他虽然没有在宫里献计，却是在歌舞坊里大红大紫，那不更是以色相示人了吗？哼，你们几个各自上奏，各有心机，真是一目了然。大将军，你是怕皇后失宠，而张远呢，你是怕得罪了楼兰，而廷尉则是多读了几本孔孟之道。哎，你们既然自称是臣，就要尽臣子之道。朕纳皇妃区区小事，与亲何干？你们一个个都是国家柱石，朝廷的栋梁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朕是要用你们来做大事的。哼，都去做大事吧。哎呀，来，让我看看。来，爸爸。哎，我病好了，病好了。哎，老大夫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，你快走吧，你走吧，啊，你走吧。你是没病装病还是没病找病啊？哎呀，病的不是我，而是皇上。不会吧，他好好的还要纳新皇妃呢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病入膏肓了，关静侯，现在只有一味药能帮助皇上防身去毒。你不是说胡话吧？你打算不打算救皇上？好好好，你不救他就算了。那你要怎么救皇上？这味药非你莫属，药名就两个字，秋蝉。秋蝉？嗯。有，这才是性情中人呐。你们慢走，本王不会杀风光的，稍使国舅在这里，
还有你们的用武之地，让王爷见笑了。谁不食人间烟火呀？不是本王笑你，是国舅太见外了。请王爷设身处地的为臣想一想，我回去可怎么交差呀？交差是小事，我和国舅商量的是大事。大事？国舅身为交房长卿，又身为太尉，可以说名不可贵，位极人臣呐。我要问一句不该问的话，你这个太尉到底管几个兵啊？惭愧，惭愧呀。我没问错吧？什么都瞒不过王爷您呢。太尉不掌兵，只为卫青督促粮草，摇旗呐喊。你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不光是我，就是山东的齐王、江西的九江王，都为国舅齿寒呐。卫青是当今的国舅，而且是当红的国舅啊。有个故事是个千古的难题，国舅听说过吗？什么难题？古往今来，婆媳不和是个通病，而夹在中间难做人的当然是儿子兼丈夫了。于是问他，母亲和老婆一起过河，同遭灭顶之灾，他该先救谁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这个男人就是我们的皇帝陛下，皇太后就是母亲，永远也废不了的。而皇后就不同了，已经废了一个了。卫子夫废得了吗？此人不废，卫青就永远兵权在握，恩宠备至，太尉你也就永远无出头之日。孤掌难鸣啊。我辈何用呢？几家王爷都是国舅的后盾，卫青在，对不起，年年欠收，无粮可供。要是你太尉上了台，那就无不言听计从了。王爷，你可要言而有信呢。好，给皇上报喜，恭喜皇上，恭喜新娘娘。放赏，谢皇上，谢娘娘。